TVB 花旦徐子珊日前到内地参加新武林大会，子珊先与同组杨丞琳、吴昕、盛一伦大跳西群舞，表现十分合拍。在 solo 环节中，徐子珊同舞蹈老师张思璇上演了激情十足的探戈，徐子珊的柔软度及踢腿功令同场的艺人都叹为观止，不少网民也因而发现徐子珊拥有 S 身形，并指她跳舞时十分有气质。虽然徐子珊表演时十分淡定，但她在发表感言时就紧张到发抖，很紧张很紧张，因为这是第一次登上这个舞台，也可能是最后一次。不管怎么样了，我希望大家都会喜欢我的表演。徐子珊为了今次的比赛，在录影前一天排练至凌晨三点才回酒店休息，临场发挥确实不错，可惜同场对手太过强，最终未能成功晋级。对此子珊说，我很享受整个过程，尽了力不留遗憾已经很好。子珊又搞笑地表示，当现场近九十多名观众投票时，他只暗暗希望自己的票数能超过十票，毕竟对手是真的太强了。而事后不少网民都认为，由于吴昕、同盛一伦在内地较为多人认识。